肘子，对你脱骨了。就这上面的筋可好吃，来口肘子皮，这有一个毛，猪头肉盖饭。
太辣了，今天放的这个辣椒比较多，但是辣的更好吃。打卤面，肥肠、土豆、打卤面，哇！第一次这样吃，好像没吃过。
到最后都是肥肠。 真的香。 这个是薄皮的那种螺丝椒，辣。
这个大肠不是我自己卤的，是我买的。